艺人狄英与孙鹏之子孙安佐独子个性极端原因曝光，有人爆料很黏妈妈。艺人狄英与孙鹏之子孙安佐日前在美国扬言，将在5月1日对所就读的邦纳普伦德加斯特天主教高中进行射击屠杀，引起美国警方高度重视。狄英护子心切，强调儿子只是开玩笑，已火速赶往美国救子。据狄英友人对周刊表示，孙安佐个性极端，与他从小就护母很黏妈妈有关。据一周刊报道，孙鹏过去因到中国拍戏很少陪伴儿子，因此儿子更黏妈妈。狄英有人举例，他曾参加接吻马拉松大赛，当时搭档不是孙鹏而是儿子，狄英坐在地上，儿子坐他腿上，母子俩就抱住亲亲数小时，儿子亲累了，狄英还会摸摸他的头帮忙呼呼，母子感情之好可见一斑。先前孙鹏曾陷入外遇疑云，儿子看到妈妈伤心的模样更为不舍。如果外界对狄英有任何批评，他都会非常愤怒。狄英有人指出，这可能是他个性极端的缘故。报道指出，狄英与孙鹏1998年结婚，两年后就离婚，直到2007年才复婚。据传起初是默契婚姻，有人表示夫妻决定不离婚跟孩子有关，这也是狄英为孩子做的牺牲。